我啊，什么鸡巴牲口的亲长，说话别那么难听啊，这不是就互动的吗？啊，这不是互动吗？现在也吃手，但是吃手，你看又吃上了。你们刚说不吃手，又吃上了。对，是武夷县啊，武夷县，衡水武夷县啊。咱们的芥末，不知道。给我拿出来。半斤是半斤，那个可喜欢圆圆了。半斤是半斤，